欢迎收看本节目，我是主持人姚姚。中国羽毛球队正在海南陵水进行封闭集训，备战明年的国际比赛和东京奥运会。在训练中，国羽教练组也采用了很多创新的训练手段。国羽世界第一、混双世界冠军郑思维就进行了超高难度的训练。一套训练不仅训练了脚下步伐，还训练了身体的协调能力。黄雅琼、郑思维全国球会会 YS 晒出了一段郑思维的训练视频，并表示男神思维训练视频多方位指示灯跑动加近身球躲闪训练，速度、耐力、协调，力杠杠的。台上一分钟，台下十年功，郑思维训练辛苦了，你是最棒的，加油。在视频中，郑思维的训练升级了难度。在郑思维训练的球场上，球网的两边以及前场线的两端各放置了一个指示灯，四个方位的指示灯随意亮起，郑思维要第一时间反应过来，脚下快速移动去触摸指示灯。在郑思维触摸指示灯的过程中，站在球网对面的教练还会拿球砸向郑思维，郑思维在移动过程中还需要躲避教练砸过来的羽毛球。虽然郑思维在快速躲避，但由于距离太近，他还是时不时被教练扔出的球砸中，这对他的协调能力、反应能力都提出很高的要求。看了郑思维的训练，球迷们纷纷表示郑思维加油，为神优秀。还有球迷提醒，千万脚底下别踩到球，千万别受伤。郑思维与黄雅琼组合搭档在上个月已满三年，在这三年里，他俩大大小小比赛的冠军拿到手软，世锦赛也成功卫冕。目前不管是在世界排名榜单上，还是东京奥运会积分榜上，郑思维、黄雅琼都高居第一，在他俩的荣誉簿上就差一个奥运会冠军了。郑思维、黄雅琼与队友王懿吕、黄东萍在混双项目上形成了双保险，成为国羽最稳夺金点。他们也期待在东京奥运会上捍卫国羽在混双项目上的荣耀。今天的节目就到这，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，欢迎点击订阅收藏不迷路。